1980年3月18日，在集美军法处第一法庭内上演被告与检察官的攻防战。虽然现场只开放短短的5分钟进行摄影，却为历史性的一刻留下珍贵的影像。至于法庭内的每一句对话，则是借着报社记者的笔，在各大报的全版篇幅中，一字不漏地告诉全台湾，传达全世界。从党禁、报禁到解除戒严、废除万年国会，这些戒严时期的政治禁忌，史无前例地在法庭内大鸣大放，而且还透过媒体的报道，堂而皇之地向社会大众介绍美丽岛人士所追求的政治蓝图。施明德出庭的时候那个样子，有点吊郎当，对不对？穿个牛仔裤，啊，擦落地啊，地安尼，啊，擦肥擦肥就行的哦。一种表演呢，我台湾人民一定有足深的印象的，对不对？这人唔惊死的，开始反省国民党在台湾统治30几年的这种正当性。大审第一天，林义雄并未出席。原来在军法审判的前2星期，林义雄家中发生灭门血案，消息过于震撼，辩护律师团因此决定隐瞒另外7名被告，以免他们意志崩溃，无法承受法庭之外的肃杀之气。我们完全不知道林家血案，我们的家人也是都被告知不可以告诉我们。在最后的法庭的时候，看到林义雄，就看到全身重孝医德，然后在法庭上听到姚嘉文律师说林家血案，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情情绪都受到蛮大的影响。有人在外面话说啊，出事了，他用老母用台，那就出事了。然后我们当庭还叫法官说应该停止审判，保护被告，保护被告的家属。你知道那个法官什么态度？那是你们家的事，我们继续开庭。一连10天的军法审判，最高潮是8名被告的最后陈述。由于叛乱罪是唯一死刑，被告们的最后陈述就仿佛是他们告别人世间的遗言。上的最后陈述，不管陈述的是对理想的追求，还是对土地的热爱，掺杂着林义雄家中灭门血案的悲剧。军法大审的最后一天、最后一刻，8名被告的最后陈述，让在场旁听的人泪洒法庭。1980年4月18日，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高等审判庭作出判决，8个人都因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来定罪。不过在国际压力下，没有人被判处死刑。在调查局的时候，其实你没有什么引刀一块，说哦，安尼看会当今日死死者，我较快活啊。
没有那个机会，因为你被监禁的房间，你连那个墙壁都是有非常厚的保丽龙，是软的，你没有任何一个机会啊，那个不可能。审判庭的宣判能强制被告接受，却无法说服广大的百姓。选民用选票来表达对美丽岛事件相关人的支持。1980年底的立委和国代选举，美丽岛受难家属纷纷站出来参选，包括姚嘉文的妻子卓晴玉、江俊宏的妻子许荣淑，以及黄兴介的弟弟黄天福。结果，卓晴玉第一高票当选台北市国大代表。许荣淑、黄天福以及美丽岛辩护律师张德明也顺利当选立法委员。那一句话真的是经典，就是被告没有叛乱，不应该被乱判。台湾人民会用选票另作审判。后来你看到被告的家属一一都超高票当选，就知道民主还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进。台湾人民真的用选票还他们公道。隔年1981年举行县市长与省市议员选举，这回有更多美丽岛辩护律师团上阵，包括陈水扁、谢长廷竞选台北市议员，苏贞昌回屏东参选省议员，结果全部高票当选。美丽岛受难家属与律师团风光站上政治舞台，监狱里的受刑人也不沉默。1982年，美国和北京签署817上海公报，减少对台军售。国际局势的变动让正在警美看守所内的黄兴介、张俊宏、姚嘉文、林鸿轩四个人决定发表一篇狱中声明，表明在台湾完成民主远比为中国制造统一更为迫切重要。同时要求将主权归属政治领袖的产生，大公无私的付诸全民公决。本来就是个民主比统一重要，哦，啊，这个当然这个王生就不爽快吼。我感觉证明王生也是失败，也是阮的主张正确。啊，因为安尼，阮台队受足侪限制，感觉阮要做决心来抗议。啊，外口也很强硬啊，那时候外口。你看他们也在建作，也在支持我们呢、啊。再度从米的多元精神再度呈现出来。美丽岛这三个字曾经是反动势力的代名词，却是台湾民主运动最具影响力的一页。过去的美丽岛事件受难者和他们的辩护律师纷纷成为政坛明星，也组成民主进步党，获得社会庞大力量的支持。终于2000年时，民进党赢得总统大选，执政8年。虽然2008年重回在野，多位当事人也因为路线的差异在政治路上分道扬镳，但美丽岛事件作为台湾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关键性历史事件，在台湾史上的重要性无可磨灭。我是胡婉玲，这期台湾演义介绍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再会。